这件毛衣织得可真不错，阿强真是有福气啊！上次织的袖子短了一点，这次不知合不合适。我看也都差不多了。对了，秋霞，你有时间陪我去买点毛线，我也想织一件给阿丽。你也会织毛衣啊？学人家织嘛，打发日子。好吧。 啊，阿强去了这么久也不回来啊！也许力哥有事要跟他谈呢。啊，阿强这小伙子真的不错啊，很难得的，人品又好，又会办事儿。秋霞，你真是有福气啊！ 李哥，阿丽，干什么呀？你别吓着妈妈！啊，怎么呆成这个样子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阿丽，祥贵啊，你快点找阿强回来啊！ 小强已经死了，啊，死了！是我亲手开枪打死的。阿丽，秋霞，秋霞，力哥，又不是你故意的。 不如你去休息吧。怎么会是小强？不是地云志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。想我要亲手杀死他的。 秋霞，秋霞，你不要哭了，阿丽怎么会杀他呢？他那么疼他啊！你让他说清楚了。可是阿强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是我亲手杀死的香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杀的，是狄云志杀的。 狄云志和他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杀他？你说，你说，是狄云志杀的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阿丽，阿丽，强贵呀，你快点跟着他，别让他胡来呀，快去呀！ 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力哥，你不要胡来，你这么冲动，于事无补啊！祥贵，叫弟兄们一见到狄云志，立刻把我杀了他。如果我们过去公共租界那边，我怕会。我不管，不管那么多。 他上哪儿，我都要杀了他。只要你把他的人头拿回来，那我去。别哭了，阿丽一向对阿强都像儿子一样，这次出了这件事。 也是他一时错了手了。
奶奶，郭小姐，你们节哀顺变吧。郭小姐，我在地上捡到件毛衣，是不是你的？国强，国强，儿子，奶奶，奶奶，你怎么了？伯母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早啊，英叔。早。丁先生说不用做他那份早点了。老太太又不舒服，我看也都免了吧。啊，这么说就没人吃了。丁先生又不吃，老太太不舒服也不吃。文先生又不在今天好点吗？哎，跟昨天差不多。哦，哎，我来扶你。哎，靠好啊。对了，阿丽呢？阿丽怎么样？哦，她受了一点刺激，休息一两天就没事了。老太太，您自己要多多保重才好啊。嗨，我都几十岁了，早去晚去都没关系。旭旭也去了，现在连阿强也去了。哎，阿强人那么好，偏偏死得那么惨呢。哎，老太太，你放心吧，丁先生一定会为文先生报仇的。报仇？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要拦着阿丽才行啊，我要拦着阿丽。你干什么？你妈，您干什么？阿丽。你是不是又要去杀人呢？妈，你先上床歇会儿。你先回答我。妈，我，阿丽，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有报应？你去杀一次人，那老天爷就惩罚你一次。但是，我一定要杀丁云芝。阿丽。我要他死得比小强更惨。好，你如果要去杀，你只管去杀吧。乔英，你叫阿三给我拿几件衣服，我要上斋堂。啊，这妈，你又干什么？我上斋堂为你吃长斋，因为我不愿意我儿子不得好死。你杀气太重，我要吃长斋，求菩萨保佑你，我以后。不再见你了，妈，您别这样。除非你答应我以后不再去杀人。啊，不行，我什么都能答应你，不过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
丁先生，张医生已经走了。他说我妈怎么样？他说老太太年老体弱，忧伤过度，以后不要再刺激他老人家。丁先生，你一向很尊重我，我有件事想大胆劝告你一句。我是一心为了老太太，你总是说要去杀狄云志。我不能让孝强就这么死掉。乔英，如果你是我，也会这么做。我觉得老太太说得很对，她说你只要去杀一次人，上天就会惩罚你一次。哎，现在丁家只剩下你跟老太太了，你也不希望再有什么报应落在你身上啊。况且老太太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你为什么不让她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呢？你反而叫她那么伤心呢？丁先生，我今天听见老太太迷迷糊糊地说了几句话。她说她有三个男孙，两个女孙。最大那个男孙已经八岁，开始会到黄浦江提水了。奶奶，你回乡下养病，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料理好的。你们要好好照顾阿丽，她最喜欢吃烧鹅腿，她不爱吃鱼。我知道了。妈，不要。妈，我答应你。李哥，狄云志的事我已经派遣兄弟们四处埋伏好了，还没见到他。叫弟兄们以后不用再盯着他了。为什么？李哥，我暂时不想杀他，以后没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够杀他。是，李哥。伯母。妈，您不舒服还下来干什么？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，妈妈这就放心了。丁先生，有位朱小姐来找你。朱小姐，丁先生说今天不见客，很对不起。阿丽，那位朱小姐走了。怎么人家专程来找你，你都不见呢？我以后不愿意再见到他。那你现在又看着他走？哎，阿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，
况且朱小姐那个人……妈，我不想再提他，我要出去。阿丽，你说没精神，那你要上哪儿啊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该要见的人怎么都避不了，见到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还会原谅你吗？我不是要你原谅我，我是想叫你明白这件事的真相。一切都摆在眼前，还有什么不明白？就是犯人也有自辩的机会啊。朱小姐，大家心里明白，我看没必要。你以为你很明白事情的真相吗？是。是你出卖我，是你害死文国强。你不用告诉我，你是无辜的。除了国强之外，没有人是无辜的，包括你跟我。既然这样，还有什么好说？这件事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唯一想知道的，是不是你泄露给狄云志的？但是泄露消息的人我不是第一个，那有什么分别？只要你这么做了，不分先后，都是出卖了我。既然你这么想，我也没什么好说了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怎么你做人做得这么绝啊？燕燕好言好语向你解释，你理都不理人家。就算真的燕燕对不起你啊，大家一场朋友，你也应该给人个机会解释清楚嘛。那就是说，做错事的是我了。总之你听都不听，就咬定是燕燕不对。望月琪，我劝你不要再管这一件事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人家闲事啊？如果不是为了燕燕，我才不会到这儿来。阿丽，你别狗咬吕顿斌，不识好人心啊！燕燕，我对不起你。是我出卖了你，但是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他死。那你却忍心看着小强死？我真的不知道国强会在那里，我只是想叫你放过狄云志。我想不到他会将计就计，叫你杀死小强。如果不是你串通他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真是不愿意他死，难道我真的想害死国强吗？难道我朱燕燕在你心目当中是这么卑鄙的一个人？到现在你至少可以清楚狄云志是什么人。但是如果当初不是我答应你去杀他，那国强他就不会……你到现在还帮着他？不是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国强的死我有责任。
燕燕，阿离，为了一个狄云芝，已经死了很多人了。我求求你，不要再斗下去。你到现在对他还是念念不忘。我跟他之间已经了结了。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我做错了一件事。阿离，我想提醒你，你要小心祥贵这个人。进来。力哥，你找我？嗯。香桂，我这支香很久都没有用过，我想叫你帮我拿去检查，顺便抹抹油。啊。对了，狄云志怎么样了？狄云志，你上次不是说？我顺便问一问。张医生说，我最近操劳过度，他要我多休息一下。那你就好好休息吧。那公司那边，你要多多帮忙。嗯。小强死了，现在公司只有你能够帮我忙。我老了，而且最近事情也太多了，我也想多留些时间在这儿陪陪我妈。哎，丁先生，妈，怎么样？还是那个样儿，老人的病就是这样的。不是的，你今天脸色好多了。阿丽啊，嗯，现在的生意忙不忙啊？好，我有很多事都交给祥贵去管理。哎，你也忙了那么久了，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阿丽啊，嗯，现在没那么忙，你应该找个对象了。妈，你要我快点结婚，生他个三个男孙，两个女孙。妈妈的心事你知道。嗯，不过我不愿意我儿子上黄浦江提水，我要他当全上海最出名的医生。妈，你不愿意我去杀人，你一定想你的孙子去救人吧。
醒来。嗯，干嘛这么害怕？哈哈，做噩梦是吧？你来了多久了？多久？你不记得了？萍姐说你睡着了，我不愿意吵醒你吗？你还来干什么？燕燕，对不起。这几天我没有来看你是我的错，嗯。不过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我现在在街上走路，随时会被乱枪打死的。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！不过以后我再也不会笑了。为什么？啊？一个杀了人的人还笑得出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说来说去还是这件事。燕燕，你不是婆婆妈妈的人呢？对，我的确是婆婆妈妈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你啰嗦了。我对你已经绝望了。不会的。如果你对我绝望，你就不会救我了，是不是？我这次救你，是我生平最大的一件错事。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错。这又何必呢？那我向你保证。你连考虑都不考虑吗？我已经考虑的太多了。好，既然我们缘分已尽，我狄某人绝不勉强人的。对不起，有机会再见。我知道你很恨我，国强死的实在太无辜。你爱一个人，可以为他做任何事，我也一样。我不愿意云志死，我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。请你相信我，如果我知道国强他会死的话，我绝对不会那么做的。我对不起你们。太晚了，太晚，太晚了。所以我只能说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在这个时候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？至少我想叫你明白，没有人愿意国强死，我们也是跟你一样这么难过。可是他再也不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了。我曾经想到过，国强实在很幸福。如果是换了我，到了我死的时候，也不会有人为我流下一滴眼泪。朱小姐，你能不能再听我说一句话？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。他这样的人，你还护着他？我希望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。但是如果为了杀一个狄云志而牺牲那么多人的性命，值得吗？狄云志死不足惜，但是其他的人就实在太无辜。
上海实在是一个很乱的地方。郭强也曾经这么说过。你也想离开这儿吗？嗯。这里实在太令我失望了。燕燕离开上海了。他叫我来告诉你一声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就算我知道，我也不会说。燕燕跟我说，他说不管你或者狄云志，他都不愿意再见了。他真这么说？是啊。你不是说不愿意再见到他吗？怎么忽然间又那么紧张呢？望月琪，你究竟了不了解我？他去法国了。电影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没弄清楚。燕燕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。你的意思是？他只是暂时去散散心。不过他说过，他说他不可能再在上海住下去了。难道上海真是一个不祥的地方？走了一个程程，又轮到燕燕。阿丽，就算人人都离开上海，你肯定也不会离开的。我暂时也会离开一段时间。你舍得吗？到了现在，还有什么舍不得？除了我妈妈，我答应过她，陪她回乡下养病。丁先生，阿三和全叔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，大家凑钱给老太太践行，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？难得你们有心请我们，我赞成，准七点，记住等我。好。其实这一顿应该我请你们才对呢，要你们出钱真不好意思。哎，奶奶，原来你嫌我们东西太差劲儿，吃不下去啊。你真糊涂，你以为我是富贵人家出身呐？其实烂菜叶子啊，我都不知吃过多少了。难得你们有心。那都是您老人家平时对我们好啊。是应该的。人生呢，有多少年活头啊？哎，我这次回乡下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呀。今天我叫大家来，是有一件事想跟你们说说。在我离开这儿这期间，一切的事务由陈祥贵先生帮我负责管理。有什么事，他会用长途电话和我联络。哎呀，奶奶，哎呀，你不让我来收拾得了，你去歇歇吧。谁收拾都是一样啊，我这阵整天躺着，没病也躺出病来了。啊，今天起来啊，精神特别好。一个人高兴啊，精神当然会特别好啊，大少爷那么孝顺。说是陪我妈去养病，其实我也需要休息一下。这几年来，出生入死，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。李哥，你放心吧，这里的事由我来办。相贵，这次全靠你了。他死去的爸爸给他取名叫做阿丽，的确取得有道理。记得他小时候和一般人上黄浦江提水，人家都是提一桶，他一下就提两桶。他说省得多走一趟。
阿三呐，这菜可真香，这儿都闻见了。听说这是一品香的老师傅啊，真是好不容易才请到呢。你们也真是的，花那么多钱这是干什么呀？别这么说。哎，阿三呐，你听是不是汽车声啊？啊，这肯定是阿丽回来了。啊，奶奶，你怎么了，奶奶？啊，快坐下休息吧。怎么了，奶奶？我的头有点晕呢，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对了，阿三啊，你下去给我看看是不是阿丽回来了。哦哦，那你就先在这儿休息了啊。大少爷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丁先生，小爷，丁先生，你们吩咐厨房准备上菜啊。啊啊。小爷啊，晚上我们不醉不散，特别是你，一定要多喝一点，知道吗？我看第一个醉倒的是你，他们早说好了，一个人一杯，一定要把你灌醉了。你们太小看我的酒量了。对了，这儿有些礼物，拿去给我分了吧。啊，算是老太太对你们一点心意，你也有份啊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大少爷，奶奶叫你回来，马上去见她。我现在上去陪老太太下来，你们准备开饭吧。好。妈，你醒醒，乔英他们正等我们吃饭呢。妈，妈。妈，狄先生，你早。早。丁老太太死了。丁云志，我丁立家散人亡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我现在不再怕报应，我绝不会再放过你。飞先生，马上传我命令，不论用什么办法，要杀丁云志。是。丁先生，我们接到个消息，说丁云志失踪了。